好，我们来讲一下那个 AT10 改左右手油门的一个 model，就是摇杆模式。我们如果是右手油门的话，我们一般是用 model 1的；左手油门的话就用 model 2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遥控器怎么把 model 2改成 model 1，现在是右手油门，然后打开开关看一下，按一下菜单就完。然后进入这个菜单，第一个，进入第一个，然后我们转到第二个，这个就是 model 的一个选择，然后这里是 model，我们滚一下这里，就变成 model 一了，model 变成 model 一了，然后再切换一下，它就自动保存了，退出来再看一下，它是已经保存成功了，这就是一个模式切换。对。